阿奇，别怕，这里真是有些古怪，让人毛毛的。为什么？这里有种诡异感。阿乔，你还可以吗？我没事，司空大哥。好，要是感到不适，你就抽个身吧。嗯，我知道了。走吧，师傅说的地方就在里头。 Thank you.
阿九看上去有些不舒服，我们休息一下吧。总算能喘过气来了。好多了。风哥哥，怎么脸色还这么凝重呢？你又在想天之血脉的事了？其实，天之血脉……关于这个，我已经看淡了。 况且木月姑娘也跟我说过，天门已封印。既然如此，我也没有什么好想的，这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了。嗯，这样未尝不好，不用在意这些。什么登天、天之血脉、轩辕后人的，难道就一定能带给人民幸福吗？我相信，只要你努力去做，绝对会做得很好很好的。 这下该怎么办啊？你们看，这东西是个封印。师傅说，封印解开之后，就会出现通往秘境的路。你笑什么？ 笑什么？让他来告诉你们。
凌云志，凌云志，这上面的图文与明爪地道中的封印一样，方才封玉没看出来，难道来得正好，把他们拿下，一个都别漏了。没事吧，月儿？青鱼，月儿，你终于肯承认我是青鱼了。那你要和我一同行动？你也想返回华胥不是？不可能，我不会让绝地天通的成果被破坏。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与你为敌了。还？这是我的，物归原主有何错误？青鱼，别一错再错。沐月姑娘，放弃吧，这天下该回归我圣主麾下。泥人首领，你果然言出必行，多谢了。哥哥，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何要这样？你还不懂吗？阿乔，华胥天人，轩辕后人，懂得多少这人间的疾苦？他们了解怎么治理这众多国家吗？我说过无数次，这些年来，商国不断发生动乱，累得所有人民日日生活在痛苦之中。唯一改变的方式，就是取得上天认可。为了国家苍生，甘盘师父希望我行事不可再妇人之仁，务必以天下为重。因此与相柳合作，尽快登上天门是最稳当的方法。原来在你眼里，国家是这样治理的。凤大哥，可是他们就是还上任征战的元凶啊。我们已经谈好条件，无需费心。轩辕后人，泥人，我说话算话，答应过你的事绝不反悔。现在你该履行你的另一个承诺了。答应过，绝不伤害子乔。
急什么？我不过是借他的血一用。木月姑娘，这段时间多谢你的保管了。那时华胥女娲为镇压我圣主的力量，特意费了心力设下这最后一处封印，她一定没想到如此强大的封印术却被她所造的泥人所破。当年颛顼与华胥进行绝地天通后，得到女娲等神人帮助，人族自此兴盛蓬勃，而我们这些非人从此成了他们统治世间最大的障碍。你们人族妒忌圣主能力卓越，刻意编造事实污蔑残害我圣主，使得我们这些失去圣主的非人只能藏头藏尾，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经过这千百年，我们在暗地里不断努力，如今圣主即将复活，要不了多久人间会归到我圣主之手。我族遭遇的种种不平将从圣主带领我族所有人登天门取得神力之后获得洗刷平反的机会。泥人首领，多谢相助，我向来说话算话，不过你跟那华胥血脉的安危我只能看顾到此，接下来这里我交给青鱼负责，他想如何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东西都到手了，可以开始准备执行仪式，别玩太久，我的大事。开他，向柳答应过我绝不动他。那是向柳答应你的，我可没答应你。果然不会遵守承诺，我怎会期待他们做到。那么我们开始来玩个好玩的游戏，二选一，你只要把那轩辕后人杀了，我就放了这华胥血。如果哎呀，你真是误解我了，我这人说话算话，这个游戏里你们两个只会死一个，我向你保证，往好处想这就是能活一个。看我对你们多好，不用全死能活一个。好了，选好了吗？解引路就永远只能在里头打转，乖乖让我杀不就没事了吗？这样也挺有趣的，只可惜看不到你们的下场了。
阿奇。这是哪里？我不是和阿巧一块被……阿巧应该在这里头，我们四处找看看。阿巧，司空大哥，阿巧，凤哥哥，木月姐姐呢？木月与凤玉他们不晓得如何了。司空大哥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凤哥哥不好，他对不起我们，我替他跟你赔罪。不关你的事，凤大哥似乎也是被骗的，赔罪什么的晚点再说吧，眼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离开这里。想想，这里可以跳进来，也许可以一样用跳的跳出去呢。真是的，早知道我就从外头牵条绳子进来，那就出得去了。别说傻话，那时我们被青羽打进来，哪有机会弄什么绳子？还是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口，能让咱们尽快出去。走吧。
你